下班后教你们做一杯摆摊销量榜西瓜茉莉冰奶。麒麟瓜切好备用，切好200克西瓜，200克西瓜加到雪克杯里，不入冰块敲打，加入冰块，茉莉茶汤80毫升。咖啡奶20毫升，盖好，慢慢摇晃均匀，准备成品杯，加入少量波波脆600毫升西瓜茉莉冰奶，完美出杯，加上防漏粉盖好，完成。